哦，破掉了！这合作手是我们的 Bonnie，你要怎么办？你要怎么跟老皮讲？为什么对不起？你把它弄破了，对不对？你要表现出你的诚意，跟老皮说对不起。那你下次还会不会再犯？你怎么把它弄破的？拿一个枕头，老皮枕头，你拿老皮把老皮的灯弄坏了。你知道这个灯很贵吗？20万。不错。天下的。真的吗？它是那种展示吊灯啊。对啊，你把它打爆了，完了，它破掉了。还好就破一颗，你讲得出来？写出要洗碗呢，怎么办？